来，节目走走，起。如果你的位置是固定的话，你只要向前看齐就好。如果你的位置是移动的，伸手伸直，间隔距离拉开。因为天气炎热哈，所以你的队伍当中要有空气流动。来，抬头为准，向前看，起。间隔距离拉出来。你的位置如果是固定的，请你向前看齐就好。手伸直的时候，不要碰到前面的身体，距离前面身体大概一个拳头的大小的距离。不要双手去拍对方的肩膀，手往下，稍息。如果身体开始哦，马上立正哦。来，准备开始。升旗典礼开始，请同学师长面向国旗，全体肃立，唱国歌。现在是伸起双手，大腿放在脚上。在图书馆的外墙，那小朋友可以利用下课的时间过去观摩。